裏面提到要協助港澳捉緊一帶一路同埋粵港澳大灣區嘅機遇。報告裏面亦都重提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嘅字眼。有張家豪喺北京報道。粵港澳大灣區係國家發展嘅重要戰略。喺總理工作報告港澳部分，明確提及要支援港澳捉緊機遇，支持港澳抓住共建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機遇，更好發揮自身優勢，全面深化與內地互利合作。我們堅信香港澳門一定能與祖國內地同發展共進步，一定能保持長期繁榮穩定。去年報告並沒提及港人治港的字眼，今年就說要繼續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、港人治港、澳人治澳、高度自治的方針，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。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、一國兩制，這個是香港的，就是中央對香港的一貫的政策。今年又提翻，會不會是修正了上一年的那個，我就沒有這樣的感覺。兩岸方面，報告重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，堅決反對台獨，並持續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。無線電視記者張家豪在北京報道。轉睇其他消息，醫管局和多個支援職系的工會就薪酬檢討的談判破裂，工會發起後日靜坐抗議。消息說各方正積極考慮按工會的要求劃一加人工至少一成二。支援職系工會代表下午再就薪酬調整和管理層會面，他們提出無論新入職或者現職都應該劃一加薪至少12%。醫管局原本提出基層的支援職系入職的起薪點調高9%-14%，而現職的就平均加2.5%，再按年資和工種調整。在會上就稍為讓步決定。